好多毛蛤蜊啊，你看这么多，而且还这么大，这是小舌头，你看，哎，它怎么不反应？哇塞，鲜红鲜红的舌头肉啊，很大，你们看，一个有半斤啊，够了。看这边，这个明明开着口的，刚刚它闭上了。现在这个季节就是初秋吧，马上中秋了哈。这个毛蛤蜊就特别特别多，是大的，平时可没有这么大的，就是到深秋还有，到冬天的时候就没有了，春天也没有，就是这个季节有啊。这个大赤贝，你们都喜欢吃它刺身吗？说了啊，大家好，我是牛牛，我又来赶海了啊。喜欢看我视频的一定要给我点点赞，谢谢你们啊。哎哎，点点赞非常需要你们。这个是海肠还是海肠啊？海肠收回去吧，就是海，可有营养了，就海地瓜。哦，你看那边有小螃蟹，海地瓜，你给它起的名字呀？我看他们都叫它叫海地瓜。哇塞，你们那边有见过这么大的毛蛤蜊吗？你看，也叫大赤贝，这个吃的得多过瘾。这一个不得切刺身的话，不得切个半盘。哇，太多了，收了。哎，八爪鱼，你看，它就是。你看还有小螃蟹什么？哎呦，这么多货呀！今天退大潮哈，收了收了，把八爪鱼收了。哎，你看，慢慢的天冷了，就会有八爪鱼了。咦，太开心了，是不是？你们在我视频里好久没有见过八爪鱼了。哎，收了收了，好开心。看这里还有一个，哇，哇塞，这一个更鲜活，这个瘦一点，太漂亮了，收了啊。嗯，看这里还有一个小螃蟹，这发财蟹，这就是。不知道，这个颜色不一样，发财蟹是那种黑的。你看，呦呦呦，哎，我还拿不到你呢。你看，个头不小呢。看这里咋还有点虾子？那我给它喂喂，吃吧。可丰盛了啊，这一餐吃的。这个螃蟹咋回事？哎，它只有一个爪子。你看这里还有一个，哎，进去吧。啊，这里还有一个螃蟹，这和刚刚那几个螃蟹它品种不是一样的，这个叫鬼面蟹，是不是？你看它这里就是有点像鬼的样子，像母夜叉。收了，不收，放着吧。还、哎、有没有？没有。看这几个石块都不要放我，挨个翻一下。哎，你看那里有一个八爪鱼啊，嘿。我怎么露个脑袋在这里？你看它吸力还很强，我都拽不出来呢。哎，嗯嗯，出来出来。哎，哎呦，这个个头也不小，看还行啊。你看这底下，哎，没有喂，走了，一个就不少了。哇，你们看，我发现一只野生的扇贝。哇塞，你看看它的肉，好大呀，但是没有那种彩色的黄，是吧？全咬了。圈养了，是圈养了。哇塞，这是野生的，你们看身上好多寄生物，说它身上是那个干干净净的那种，那就是养殖的。你们学会了吗？每天一个知识点。我看这里怎么有一个小爪爪，嗯，是一条八爪鱼，你看，真是没看错呀。嗯，你看，起来吧，在这里宅半天，我为什么不翻石头呢？我好像就在那一瞬间脑子短路了。这个大长腿可以收了，现在八爪鱼还不是很鲜活，天再冷一下就好了。现在天还是不够冷啊，对吧？你们那现在多少度呀？差点塌下来。有没有？没有。没有。再看看这个，有没有？没有。你看，我发现这里有一个胖大星，那里还有一个大毛蛤蜊。哎呀，这个怎么有点扁了？个头还行哈，这个挺好看的，带走。哎，这个毛蛤蜊咋身上这么多年纪？我给它洗干净。哎，个头不小，又是半斤，一个半斤，两个一斤，这也太爽了。有的你看，哎，一只海肠啊！哎，呀呀呀，这个捏，它不刺水，这个不用捏它了，这个还可以啊。像这种鼓鼓的，就是品质很好的，喝饱了。嗯，是的，是吧？品质不好的，它就是软软塌塌的。但是这种你要去市场买的话，很牙秤啊，是不是？哇塞，这里好多呀，好多小烘焙呀！我还寻思今天怎么没有小烘焙呢？这都快要走了，捡这么多小烘焙呀！你看，哎，可
太多了，收了啊，这差不多都能够一盘了呢，带走带走。